啊！这谁吐的棒棒糖啊？土豆，你喊什么呢？老师，谁吃的棒棒糖吐我头上了，扯都扯不掉。哎，不要扯呀，再扯头发都掉了。好恶心啊！快说，你们两个谁做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正在看书呢。我也不知道，刚刚我正在写字。老师，你看他们两个还不承认。你们两个赶紧承认，泡泡糖是谁吐的？老师，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那我早上发给你们的泡泡糖呢？我的在这儿。我的在这儿。亚楠，你的泡泡糖呢？老师，我的在这儿。我就知道，就是你吃的，还是你吐的，给我道歉。虽然说我的泡泡糖没忍住吃了，但是我没有吐到你头上，而是吐到门口的垃圾桶里了。你骗谁呀？谁的证明啊？没有人的证明。但是老师，你可以调一下监控看一下。对啊，老师，调一下监控就知道是谁吐的了。可是真不巧，监控坏了，正在维修当中。啊，那亚楠肯定就是你吐的啦。我真没吐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垃圾桶里面找一下啊。老师，亚楠说的不错，为了证明他的清白，我们去垃圾桶找一下吧。那好，我们走。老师，这个垃圾桶里面确实有泡泡糖，不过是两个啊。两个？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那这个黄色的是谁的？哦，今天早上发泡泡糖的时候，只有我们班和隔壁班有了。哦，那就是说另外一个泡泡糖可能是隔壁班的人吐的。那我头上这个是谁吐的？那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找隔壁班问一下啊。柠檬、李美丽，你们两个的泡泡糖今天吐哪儿了？垃圾桶里。啊？垃圾桶里只有两个泡泡糖，有一个是亚楠的。那这个黄色的泡泡糖是你们两个谁的呀？说呀，是谁吐的？我吃的泡泡糖是黄色的，我吃的是红色的。啊！有三个人都说吐在垃圾桶里面了，但是垃圾桶只有两个泡泡糖，你们三个究竟谁在撒谎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更不是我。小弟，你要相信我呀。那柠檬，你跟我来。李美丽，柠檬可是什么都说了，你赶快承认吧。啊，柠檬不是说保密的吗？哎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来说一下，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吧？当时是这样的。我要吃一个最大的泡泡。啊，我的糖呢？当时就是这样的，我看垃圾桶里有两个泡泡糖，我以为有一个是我的呢。哦，真相终于大白了，你那个泡泡糖没有吐到垃圾桶里面，是吐到土豆的头发上了。哦，我就说不是我吧，土豆还不相信我。行，李美丽，赶紧跟土豆道歉。好，土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赶紧回去上课